殿下，您不能进去。殿下，您回去吧，这不是您能来的地方。殿下，您还是回去吧。小石，大哥不会怎么，明明母妃已经被赦免了，为什么？是大可怕。大哥，那我以后怎么办？放心，大哥不还在吗？只要大哥在一日，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嗯。送魏王回去。殿下，您的旨意已传到乾宁宫，为何顾贵妃？